ATI 航空运输隔离单元是一种负压运输隔离系统，采用透明的聚氯乙烯包裹在便携式框架上，空气负压由飞机的电气系统或电气空气处理系统维持。该系统可用于常压和低压状态下对包含气溶胶等细菌病毒情况的运输。隔离单元可配备便携式氧气罐、心脏监护仪和除颤器等等，该系统甚至可以进行简单的手术操作。